轮回名利龙十九，滩头年画燕如画。我是滩头年画国家级蛋白性传承人钟建彤。滩头年画是中国特有的民间艺术，让艺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使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和传承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用一张跨越千年的年画展开楚地浓郁的文化。2月6日，我在长沙方特东方神话等你。